馆，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科研考察价值。万峰林的山峰千姿百态，每一座山峰都或岩溶或顺中，峰峰相对，水峰相对，都成了独具代表性的风景花地景观。你没有学，你没有学那个我啊那个什么那个老大，他两只手招高高，在你后面，你自己老大老大在哪里啊？了解到啊，你在说我啊？这边，上上来呀，可以。是正在发育中的。现在山脚下出现的漏斗，是这带漏斗群中最大的，也是唯一能够看见地下水的漏斗。它的深度大约30多米，与它相邻的纳灰河是两条不同的水系。由于生存年代不同，因为一条是地表水，一条是地下水，他们在抵达大海之前永远就不可能交汇。没有救的兄弟，好像是到山顶上去拍照嘛，他上山的时候最安全。Thank you.
安慰你。